们知道2024年开香槟的最先进的方法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吗？知道吗？最先进的开香槟方法其实不要用到手，要用到手也不是我的手。叫什么名字？刘贺。刘贺是吗？刘贺就是有一个叫做什么的男生啊。当我数到三的时候呢，刘贺，我要你使劲的摇，大大力的摇，敢敢摇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。一、二、三 ，Go！ 哇哦！哦，过过过过，把它打开。啊？打开！敢敢开开，喂！奇迹会，你会飞，你会飞。哇，惊不惊讶？惊讶吗？惊讶吗？惊讶。好，谢谢你的场景，谢谢。